这是拼图，拼图，远处看还以为是油画呢，跟戒指的区别了。哎，戒指这种东西，要么就自己玩喽，要么真要是结婚的戒指，肯定是买高级一点了。但是听说现在钻石不值钱，也不保值。说是那个，因为好多都是其实品牌广告的价值，不是那个钻石本身的价值，所以那个钻石经常买完了以后一点都不保值。哦，它这个寿司是每盘10元，并不是每个10元。我就说，哦，这楼上更是吃的了，这太二三一了都。那这上面还有好几层呢，全是吃的呀！还真是全是吃的。牛杂包2到3人份，98。2到3人98，那还挺便宜的。不是叫牛杂包吗？总得有点肉吧，总不能是个素的。你要3个人，岂不是每人才30多块钱？我操，味鲜拉面还活着呢！三里啊，这边也在排位。这个饭馆也开始排队了。A45，A45，下一面请您用餐了。这是个奶茶。犀牛，这边这个也坐着人哦，是菜二酸菜鱼，那肯定也坐着。听说这个挺火的，反正我同事很爱吃。我擦，这不会动了，吓我一跳。你看这个木头，这个木头的玩意儿是个机械结构。A12号，别到处看了，到你吃鱼。二喊你认真吃鱼，别玩手机了。带二酸菜鱼，酸菜比鱼好吃，比鱼好吃的酸菜。这个也是吃牛肉的。酸菜，这个也招聘，叫什么什么牛坊，主管是4500到5000，学徒是3800到4500，服务员3800到4200，兼职12到22一小时。但是他这个名字很厉害，叫妈妈。这个能申请下来商标吗？好怀疑。反正，但是我看他那个字儿不是那个“妈妈”的“妈妈”那两个字。哦，这也招聘。前厅是4000到6800，后厨是也是一样。陪管培生4500到8000，把假期服务员是3800，兼职是21小时，要求35以下。欢迎寿喜张专门店，鱼汤不多，有洗剪吹都108。这是个什么高级店？啊，他也招聘。18到34，不写价。好多人在弄按摩椅按摩呀。
辣干锅豆椒四川菜。辣子鸡78，泡椒虾78，椒甜鸡49，小炒肉39，麻婆豆腐26，爆炒土豆丝儿26会员价，三峡水库珊瑚礁金汤蛙138一锅，都是还行吧，还是个烤肉。这个椅子倒是很逗，哇塞，真是匍匐在地的猫啊！这么一看还挺有点感觉的。你看这个两排全是人家匍匐在地，笑死！这个也是个寿司店，外面也在招聘，寿司店。4000到5500的服务员，传菜的是4000到5000，前厅经理是6000到8000，厨师是4000到5500，领班4500到6000，后厨经理是6000到8000，小时工18一小时，包吃住，带薪年假13薪。但是有点扯的是，为什么厨师的钱我感觉还挺低的呢？是因为它是烤肉，感觉不需要厨艺吗？但是既然是专门拿出来做的烤肉，应该多多少少还是要点啥的吧？也不能完全随便烤。这个感觉餐馆比较。比较雅致一点。你看，三文鱼、小黄鱼、茄子、腰土鸡，啊，这也在招聘。4200到5700的服务员，后勤是4600到5200，运营主管是5500到8000。也是有住宿，有工作餐，还是自助的工作餐，还有带薪年假买社保。这边烤鱼的。